你要的东西，真正的付出一定是在懂得的基础之上。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就乱往外掏，最后把你掏干净了。你掏无可掏，你怎么办？就像你每个月帮他买了那么多东西之后，那些花呗、那些信用卡谁还？你自己每个月才挣3000多，那钱谁还？我问你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承认以前爱你的方式不对，但我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，就很多都不会。我希望你能多担待我一点。我就问你能不能改？我会尝试着改。能还是不能？能。 怎么改？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。你别我说，你能不能真诚一点？我不。你大点声说。我给你自由。怎么给我自由？我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管着你了。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？就我，你可以，你有你的朋友圈，你有你的就是朋友。 我都可以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